协力马拉松。哈哈，我是第一个回到学校的，我是第一个坐到椅子上的。你们两个怎么还在争啊？当然了，绝对不能输给他。村长，我是第一个交作业的。村长，我是第一个把黑板擦干净的。你们都做得很好。接下来我要宣布今天教室大扫除的安排。美羊羊，你负责擦窗户。懒羊羊，你负责拖地。那村长，我看我们都不用做了。怎么可以呢？不做完不准下课。村长，我拖好地了。村长，我擦好窗户了。村长，我把你的讲台擦干净了。村长，我把你也擦干净了。既然卫生打扫完毕了，你们可以下课了。不行，村长，你要先说我和沸羊羊哪个做得比较好。其实你你们都很好。哎呀，听见了吗？是我比较好。不对，村长说我比较好。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谁是最好，明天举行一场比赛，一决胜负。比赛？哼。村长，不是说好了比赛的吗？为什么把我们都绑在一起呀？这叫二羊三足马拉松。要跑马拉松啊？这是什么比赛啊？对，这个比赛需要把两只羊绑在一起，然后齐心协力通过终点。我劝你们还是别费力气了。这绳子是我的最新发明，能防碱防火，在还没有冲过终点之前是绝对不会松开的。什么？这绳子也太强悍了吧。怎么样，想证明你们之间谁比较厉害？首先你们要胜出这次比赛。村长，你说话可要算话呀。我们赢定了。对了，只差一点点了。可恶的小羊，还我的青蛙大餐。慢着，这里好像是
丢了青蛙，捡回小羊，非常划算。都怪你，拖累了我，都怪你好不好？可恶的小羊啊！走错了，笨蛋，是你先走错了。我没错，是你先走错的。不如我们先停战吧，只要我们合力赢出比赛，就知道谁比较厉害啦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们快点后退吧。我太害怕了，跑不动了。懒羊羊做得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表现，今天晚上我第一个就吃了你。快点让开，别挡路。快要到终点了，只要冲过了终点，冠军就是我的。来，冠军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村长说，只有通过终点，这条绳子才会解开。那我们先通过终点再说吧。都怪你，现在我们又要落后了。是你不好。有仇不报非好狼。今天捉了这么多羊，老婆看见了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快点，终点就在眼前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难道又是灰太狼？这样绑起来吃多费劲呢。老公，你快把这些绳子松开。没问题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这绳子是什么品牌的呀？灰太狼。你们觉得我会答应吗？我们不怕你。他们刚才还在吵架，怎么突然变得这样合作？连说话也这样一致。
很谢谢你，喜羊羊。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躲。让我来。好，谢谢你，沸羊羊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呀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进门口的时候已经通过终点，所以绳子自动解开了。小羊们，这次你们可没那么走运了。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们现在知道了，只有齐心协力才可以发挥出最强的力量。喜羊羊，那我们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齐心协力啊。啊！可是这个时候是不用齐心协力的呀。为什么不用啊？你平时不是叫我们要齐心协力的吗？可现在是考试啊。